国中同学也好，或者国小同学也好，平常根本没有在联络的那种，就会说：天哪天哪，你跟许光汉，你跟林柏宏拍戏，天哪，他们本人肤质好吗？他们高吗？他们香不香？王静德问许光汉、林柏宏香不香？停尸间拍片，旁边住客满满的。谁说明会忘？让粉丝左右为难，难上加难的动作喜剧片《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》将在2月10号正式开荤。宣传跳跃不接人。到时候可能你们庆功宴啊，要你在跳舞面，不要穿那样，不要穿那样。哪样？穿哪样？随便跳。删了吧。之后会删吗？不会。在过十五亿的时候可以说，就有去警局待一下。那严捕的话要怎么办？去哪里？对，去哪里？就是也有去。有一场是那个去那个停尸，停尸间，所有真的是整个所有的。那是真的停尸间，对啊，因为没办法，一定得，所以超多，满满的。啊，那个演员他要演那个尸体啊，他要躺在那里，在原本在病鬼里面拉出来的那个尸体。所以他左右边有一些这个可以讲，太大。觉得角色的个性，我调一下。站角的那个，为什么不能看你？你都在讲话吗？那王静的角色，因为出道以来大家都站上荧光，对，都站上荧光，这个在片中被当作没有能力的花瓶。人生中有碰过人家就是不闹曲的，就是说要还要三号也是。好像不是被说花瓶，但就会说这个女生长得就是一副心机很重的样子，这种就是想说一堆自以为很了解你的白痴这样。哦，突然很生气，对，就是你跟这么多很帅的男生合作过嘛，所以这两位在你心中觉得说那个程度大概？哦，他们真的都很惊人哎！因为我是鬼的关系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原来我身边就是藏着这么多徐太太跟林太太这样子。国中同学也好，或者国小同学也好，平常根本没有在联络的那种，就会说：天哪天哪，你跟许光汉，你跟林柏宏拍戏，天哪，他们本人肤质好吗？他们高吗？他们香不香？那国汉，你刚刚有说，因为你在录戏的时候会就是。也会啊，大家都是专业、可爱、温暖，又帅气、有趣、聪明，对啊。那怎么不会呢？是水瓶座，对啊。我们导演金牛座，他也喜欢被称赞。哦，所以都称龙。他是许光汉的内裤替身。对，有一个真的假的？他嫌我不够大，所以那个是你的那个。